大家好，我是马一成，我是四川人，四川的老乡们大家好啊。性格轻松随和吧，容易接近，但是好像很多重性格，很多人说我是很外向，很多人说我是很内向，我不知道我不能。说说你这次有什么参赛感想，有什么抱负？抱负？什么？比如说什么？比如说你这个啊，想当歌后呀、或者是什么，有这个想法吗？或者说只是贵在参与？从来没有。那就行。对，有一个平常心态挺好。我是商学院的学生，努力学习 ，compensation， 爱好音乐，喜欢唱歌，从小在家长的鼓励下就很大胆的唱歌，因为他们都自以为我唱得很好。就是成名曲是《千年等一回》。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，阖家团圆，谢谢。春风吹呀吹，吹入我心扉，想念你的心砰砰跳，不能入睡。为何你呀你不懂落花的友谊，只能望着窗外的明月，月儿高高挂，弯弯的像你的眉，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。我说你呀你不知流水非无情，在你飘像天上的宫阙，就在这花好月圆夜，两心相爱心相悦，在这花好月圆夜，有心人儿成相对。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，比翼双双飞。我们欣赏完一首华语流行歌，让我们来换换口味，听一听下一位选手马一晨带来的 Just One Last Dance。那边同学安静点 ，Be quiet。Tomorrow I lose the one I love. There's a way.